就到朱莲，有没有兴趣来探下我们啊？世界牧场是关西最大的观光牧场，足足有成40万平方米，由大阪市内自己揸车过来大概只要45分钟左右，坐公共交通工具就1个钟头左右到。场内有超过140种小动物。这个牧场有一个课目，它是可以和动物互动的，如果带着小朋友来一定会很好玩的。啲小动物可以在草地上面跑嚟跑去，好 QQ 啊！游客可以零距离同佢哋玩、喂食同影相。如果担心小朋友年纪太细会吓亲，园方仲好贴心咁设置咗幼儿区，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俾小朋友学习同动物相处。除咗放牧区，场入面仲有好多可以同动物互动嘅体验。好似分别有成人同小朋友的骑马体验、大羊咩散步，亦分别有猫猫狗狗的互动区。呢度有超过30公分钟的狗噶，有 poodle 啦、吉娃娃啦、八哥同柴犬，只只都可以同你哋一起玩噶。仲会标明每一只动物的性格。当然唔少得今年的主角，除了平日所见的大猪，仲有身形较细的混种猪仔。好得意啊！行匀个牧场都好企理干净，亦都唔系好大阵味，感觉好舒服。如果怕一日行程太赶，牧场亦都有住宿同埋温泉服务。以后去大阪就可以考虑带埋阿 B 去牧场玩。